家，你们上完了吗？准备好了吗？저퇴근해도될것같습니다아니요괜찮은데요紧张想说的这个很多现场的人听不懂韩语，结果后来发现呢，秀英的中文这么好，今天水晶老师可以先下班了。好，저퇴근해도될것같습니다아니요괜찮은데요分享一下最近近况吧。네요즘마이뮤즈를통해서각국의마이뮤즈들을만나고있습니다이번에는타이완저의타이완소원타이완의뮤즈들을만나러왔으니오늘여러분들과즐겁게신나게놀고많이에너지를받아갈계획입니다我就是在忙我的粉丝们啦，就是亚洲巡回，我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东西，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要陪我，我陪你一起好好玩一下，好不好？